大家好，我是李奥克西亚负责人就熟言到现在这里呢，祝愿大家第一期成为好刚当过一届欢乐上花的旧年，也祝愿大家人家庭幸福快乐安康。大家好，我是第九次华人客会联谊会负责人刘国玲，到这个恭祝所有的听众朋友新春快乐，永寿如意。第九，到此我重新祝愿各位朋友旧年吉祥，叠客国强，我诚心。大家人好，我是今年第三客国英国团队的负责人陈蝶水，我陈蝶水向大家人拜个早年，祝愿大家人身体健康，万寿无疆，心想事成，上七条通生就成英。大家好，我是历历叠客国红班的负责人蔡少英，祝愿广大的听众朋友是爱着你家庭幸福，事业兴旺，一万万万事如意。大家好，我是六安客家负责人孙光庆，生日的日子祝大家心想事成，家花万事兴。大家好，我是今届长跑客家负责人吴泽明，祝大家新春快乐，万事如意，生意发大财。大家好，我是台本金氏两个客家负责人邓主播，祝所有嘅听众朋友们新年好，身体健康，万事顺意。金氏两个客家负责人邓主播，祝大家新年万事吉祥，身体健康。大家好，我是东方地区联谊会负责人邓德强，到此我重新祝愿各位朋友旧年吉祥，地区国强，我诚心。大家人好，我是今年第三客国英国团队的负责人陈蝶水，我陈蝶水向大家人拜个早年，祝愿大家人身体健康，万寿无疆，心想事成，上七条通生就成英。大家好，我是历历叠剧改风班的负责人蔡少英，祝愿广大的听众朋友是爱着你家庭幸福，事业兴旺，一万万万事如意。大家好，我是六安客家负责人孙光庆，生日的日子祝大家心想事成，家花万事兴。大家好，我是今届长跑客家负责人吴泽明，祝大家新春快乐，万事如意，生意发大财。大家好，我是台本金氏两个客家负责人邓主播，祝所有嘅听众朋友们新年好，身体健康，万事顺意。